非常谢谢大家过去一贯对玉山的支持。我们今天这样子的活动，真的不是我们一个人可以办得来，所以在这里要特别非常谢谢玉山所有的团队，请玉山所有的理事 advisor 都请起立好吗？我们今年我们继续，我们已经做了22年的这个对青年的奖学金，我们今年要继续，希望能够有更多的 sponsorship， 所以我们就可以给更多的奖学金来鼓励我们华裔下一代的青年能够在科学专业各方面能够念到很好的大学。那我们最后我们还有一位，我们要请他上来帮我们讲话，他是我们华人的光荣，他是地主，因为他是 Jones Creek， 我们现在就在 Jones Creek， 他是 Jones Creek 这里的市议员林以正先生。对，首先我欢迎大家今天晚上能够参加这个盛会，也非常欢迎台湾来访的这个团队，我代表 Jones Creek 市欢迎你们大家。说到这个绿色能源呢，因为我本身是做construction 建筑业的，我一直有一个梦想，是能够创造一个社区，完全是off-grid， 也就是说不跟这个电力公司需要建。我是选这个特别的话题在这个场合讲，我觉得非常合适，因为应该会得到很不错的回响。这个构想其实我在十几年前就有了，但是当初各种能源的这个科技，也许没有像现在这么进步，再加上当初的这个成本也非常非常的高。那今天很遗憾，下午我没有办法参加这个产品展示的这个会，但是我觉得今天晚上一定要来，就是要跟这些绿色能源的先进们取经，需要探讨一下，也许将来我们有一些机会。那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 public arena 呢，也就是说在美国的公共政府，包括市政府 county government， 还有这个 state government， 甚至这个联邦政府，都会目前的这个走向是非常鼓励再生能源以及所有的这个节能的either 是节能的这个工具，或者是一个新的这个发电的方式。所以Georgia 其实还不是，我刚刚跟朋友还在聊起 Georgia 其实还不是一个最这些 policy 目前还没有跟进，但是北卡南卡目前是对这些新再生能源是非常 aggressive。那我希望能够就我们大家自己的这个影响力，逐渐来改变这个政府这个 policy 的这个方向，也让我们这个环境更加环保，然后尽量利用这个再生能源。那么再一次谢谢大家今天晚上来参加这个盛会，谢谢。林议员他是我特别的好朋友，因为我跟他讲说菜还没好，要帮我讲到菜完全可以上菜，所以我的菜现在已经好了。那谢谢大家。那我们现在就是今天的晚餐是 buffet style， 那菜非常的丰富，那我们希望就是大家可以 enjoy。 那因为我们的客人他们待会要做 presentation，所以我就先让他们从你们这一桌开始拿，好不好？
说，那就请可以开始先去拿菜。不要客气。